你到底是谁啊？我的妻子她失踪了。老公，这位女士就是你的太太。老公，我自己老婆我还能不认识吗？老公，你到底谁呀你？老公，我错了，别打我。这女人就是个疯子。再别人看来你才是那个疯子。老公，欢迎来到东南亚。 我精神真的没问题。没有创作者会丢弃自己的创作工具。他就是何非。就是我，老公。你可咋回事？你活的？这里只有我呀。你信不信我现在上楼？够了，别再试这一药了，医生都不让你吃了。谁要给我？ 你没发现是你太太一直在保护你吗？我没有疯，我真的没有疯。你放弃自己就算，你别拖我下水。你们到底要什么？我要你。